Tudo onde?这样好，可以了。对，很丝滑的，比海上的丝滑多了。嗯，可以。Okay。 保证一张面无表情，你像你的平虎那样，应该还是没问题的。那我这有一个视频行，过了3秒就能。就比如测试啊。你稍微动一动嘴，一会儿就字幕就可以说给你学生感受。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有微微刺的感觉。嗯嗯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皮肤反应有没有实质性的紊乱啊，轻度的水肿，这个时间大概是3到5分钟，我们等待一下反应出来，然后呢，反应合适我们再全面治疗。看一下有没有微发，我们是正常的。嗯，我觉得没事。嗯。OK， 那就看正常的一样，你出去我压迫了，你就要拍出来它是曲线就行。可以接受吗？嗯，不会疼吗？嗯，一点这块应该是没疼。嗯。然后我们可以先全脸做一遍，然后呢，在一些问题严重的位置，比如说有疤痕啊、毛孔比较粗、皱纹比较多位置，我们再加强啊1到2遍，大概就是尽量一个位置不要超过3遍。然后我们每就是不要全脸，就一个能量去做，比如说我们做到眼周啊、额头啊这些比较敏感位置，我们要去调节能量。它流动性比较强。动一下。那个还有脸让我给他代言，做掉漆。还有生长因子呢。嗯。